处级的呢？子山，我们组织了那么多次的搜山行动，全失败了。这洪水倒给他们逼出来了。主龙宫，他们要从山区转移庇护货进宝石，对巴黎集团下了司命令，一个小时后出发。 刚刚接到总部通知，炎龙水库会在4个小时以后泄洪，4个小时之内必须完成任务。